娘，您醒了。春梅啊，老夫人，我想单独和你李大哥说会儿话，你先出去把门关上，我不叫你别进来。老夫人，去吧，有事儿会叫你的。哎，娘，您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郎中说，您的病没有什么大碍，吃两副药，休养两天，就会没事了。哎，恐怕我好不了了。怎么会好不了呢？会好的。娘，是不是安儿做了什么事情，惹您生气了？你就不要再叫我娘了。李大哥怎么回事啊？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当了官就变了？哼！娘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没什么。我只是想问你，你去找的那件东西找到了吗？还没找到，我会找到的，您放心。不用找了，他在这儿。娘，你不要说了，也别再叫我娘了，你就不是我的安儿。啊，这，娘，我是安儿，我就是李安啊。行了，不用说了。这位公子啊，我知道你这位公子是个好人，你就不要再骗我这个瞎老婆子了。也许啊，你长得太像我家安儿了，像的谁都看不出来。可公子，你别忘了，我是他的生身母亲，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。同时啊，我这做母亲的，我把我自己的这颗心呢，永远地记在了他身上。母子连心，母子连心呐。娘，公子，你要干什么？娘，公子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求你了，求你告诉我，我家安儿现在怎么样了？他到底在哪儿啊？他出什么事了？老夫人，啊不，娘，公子，你不要再骗我了，我的安儿，我不能没有安儿，没有安儿，我活着干什么呀？公子，公子啊，我求你了，公子。老夫人，您放心，我会还您一个安儿的。我找白师爷。啊，里面请。哎呀，这么晚了，什么事儿啊？白师爷，张家布店又闹鬼了，还把张七给吓死了。王捕头让我来通报您一声，望您速去现场。啊，我这就去，你先去吧，管家。哎，是。嗯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有朋自远方来，
不亦乐乎？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。人不知而不闻，不亦君子乎？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相。”子又曰：“心广体胖。”哼！大胆的责人，居然敢偷窥奴家，讨厌！啊！钟老板，钟老板，钟老板，哎，王捕头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李大人来过吗？李大人，啊，李大人不是跟老夫人回县衙了吗？哎，是回县衙了，可是李老夫人现在病重，这李大人他不见了。王捕头，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？白师爷，依你看，这鬼之说法可信否？牛大人呐，你病了这几日有所不知。此鬼连续夜间出现，行此吓人之事，至于是真鬼假鬼，咱们李大人啊早有定论。他认为此鬼完全是由恶徒所办。你说这事怪了，他这鬼每天夜间出来，专找那些漂亮年轻的女子嬉戏与恐吓。牛大人呐，你我在衙这么多年，你说咱这何曾发生过这种事情？真是怪了，太怪了！这鬼一不图色，二不劫财，你说他到底图什么呢？哎呦，真是令人难以琢磨呀！啊，哦。不过说起咱们这位李大人，我听说最近他又破了张氏失踪一案，如今百姓们都快把他传成神了。哎，对了，方才衙役们跟我说，李大人的母亲也来了，可不知为何病重，听说还吐了血，那李大人却不知了去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哎，我说呢，他今儿怎么没来？牛大人，白师爷，王捕头，现场我们已经勘察过了，你去哪儿了？别提了，今儿晚上就事儿多，这儿案发，李老夫人又病重在身，刚把郎中请来了吧，可又找不着李大人了，哎呀，真是急死我了。哦，这就奇怪了。这样吧，王捕头，你先进去看看吧。是。白师爷，嗯，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？你想让李安还魂？嗯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去冥界见阎王，求判官改笔，让李公子还魂。哼，红雨妹呀，你太天真了。那地狱之门，便是谁想去就能去得了的？更何况，这生死轮回、刑天之术，又岂能任由更改？你不去还则罢了，倘若去了，那你可就真要送李安魂归九霄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李公子他还没死？不，他已经死了，只是他的魂魄还未散去。魂魄未散？这，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我本不想告诉你，其实李安虽凡身已死，但因他在弥留之际，你就将他抱入怀中，死后不足时刻，你又将他带入这碧波湖底，李安凡身受你精神遮护，所以他那魂魄还未被判官笔勾去，但黑白无常却已知晓，现正寻他，只因李安失手藏在你这仙洞里面，他们一时找不到罢了。你说什么？李安他失踪了？是，大人，从昨天晚上到我来您这儿之前，李安都没回来，整个县城都翻遍了，也找不到他，而他的母亲此时病重，
我看生死未卜啊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难不成李安会出什么意外？这个嘛，以卑职看，他是有意为之，目的就是要躲开他的母亲。躲他母亲？这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嘛，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，只是李安一见到他母亲的时候，我就看出了这里面的问题，躲躲闪闪，慌乱不已，就像不认识。哎，你记不记得，就在前几天，自称是他的未婚妻的赵秀姑娘，来了仅仅一日不到，便莫名的走了。再加上他母亲这次来的突然，而他却在此时失踪，哎呀，这就更不可思议了。听你这么一说呀，确实是奇怪的很。难不成这个李安还会是个假的，有人在冒充他？不，大人，这事儿卑职倒不敢妄加猜想。他的母亲虽是瞎子，如果说李安是冒充的，可那赵秀姑娘怎么会认不出来呢？是啊，这就更令人奇怪了。算了，管他是真是假，他要就此失踪了，那我倒省心了。不，大人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嗯，这事儿反倒可能使您更加费心。此话怎讲？您想啊，自打这个李安回来以后，咱们榆县县城发生了多少怪事，让人无从解释，难寻答案。哎，特别是他与国舅间的关系，从表面上看，他们之间并未有什么联系。可这正是我最疑虑的地方。现在倒还看不出李安对我们有什么不利，日后呢，可就难说了。嗯，你说的不错，看来这个事情是没那么简单，太奇怪了。哎，这样吧，白师爷，你速回榆县，观察李安的动向，见机行事。你不要叫我娘，你就不是我的安儿。娘，公子啊，你干什么？公子，你不要再骗我了。我的安儿，我不能没有安儿。公子啊，我求你了。不行，我必须得回去。红玉妹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去看娘。是李公子的娘，我不放心，我必须要回去看看。你要让他现在就死吗？什么？你不是说那李母已经认出你不是他的儿子了吗？你现在回去，无论将事实告他与否，他再见你面之时，必将是他命赴黄泉的那一刻。这，红玉妹，事已至此，你也已尽心力，我看你还是不要再寻烦恼。母子情深乃重情之罪，李母在世之数，其实早在李安死去之日就已由天而定。红玉妹，你听我一劝，算了吧，还是你我姐妹之间相伴为安，寂寞度日为好。凤妹，你不知道，正是因为母子情深，我的心才会如此的不安。当初我一心为恩人报仇，谁知竟会发生这么多凡尘事物。凤妹，你说的不错，为情贯通天地，我虽为精深，但看到那母子连心生死相依的情景，我又怎能不为之感动。如今我的恩人还躺在这里，而他的母亲也可能因为知道他的……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，我一定要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。对了，我可以去找菩萨。找菩萨？等等，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我问你，
你找菩萨干什么？我求不得阎王，回不得人间，观音菩萨慈悲为怀，普度众生，我去求他，他一定会帮我让李安还魂的。红鱼妹，你千万不能去啊！菩萨非但不会帮你，反而会因为你出狐失守天职而责罚于你。倘若如此，我想他定会将你收回那南海仙池受罚。只要能让恩人还魂，让他们母子重逢，我身受任何责罚都在所不惜。看来你意已决，非去不可了。也罢，看来这李安真是命不该绝呀。你说什么？凤妹，你说什么？你说李公子命不该绝，你难道是有什么办法还可以帮我吗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不过……不过什么呀？你快告诉我呀！算了吧，红鱼妹，我看我还是不告诉你的好。为什么呀？你既然真心帮我，就应该告诉我呀。红鱼妹，不是我不告诉你，只是我怕告诉你，李安虽可还魂，但日后你会为此承担险责，我担心你会后悔的。凤妹，我知道你是替我着想，不过方才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只要能救恩人还魂，我愿意为此承担一切责罚，绝不后悔。凤妹，你就告诉我吧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告诉你吧。其实你根本就不用去求菩萨，你额头上的三片金鳞就足以让李安还魂。什么？取下金鳞给李安服下，三个时辰之后他便可还魂，起死回生。这我知道你为难了。这三片金鳞乃是菩萨所赐法宝，本是助你镇我之用，如今你若用了它，你定会担心失守天职。不过红鱼妹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若为此担忧，大可不必。这历经万年冰封的水墙便已足可困我之身，更何况我现在已是无事于心，与世无争，只一心重修正果，别无他念了。红鱼妹，我的话也只能说此了，何去何从，你自己做决定吧。怎么，李大人还没有回来？衙里的兄弟已经找了一天了，可是还没找到。这李老夫人现在怎么样了？老夫人她……哟，牛大人，白师爷，你们也来了。我们是特意来看看李老夫人的。对对对，春梅啊，李老夫人的病怎么样啊？老夫人已经醒了。醒了？对，钟老板，老夫人醒了，有事请您进去。哎，好，请。哎，走走走，大家都进去看看老夫人啊。老夫人，县衙的白师爷牛大人来看您来了。李老夫人，李老夫人。哎呦，是吗？哎呦，真是麻烦各位了。哎呀，哪里哪里，老夫人，您现在好些了吗？是啊，我好多了，谢谢你们。啊，哎呀，钟老板啊，您看我刚一到这儿就麻烦您，现在我还想麻烦您一件事情。李老夫人客气了。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吧。我是想啊，趁我现在还有一口气，老夫人，麻烦您给我雇辆马车，我要和春梅回老家去了。哎呀，老夫人，您看您的身体刚刚见好，
这还需要再多调养几日。再者，李大人还没有回来，我看是不是等李大人回来，您再走也不迟嘛。是啊，老夫人，您再等等，说不定李大人等会儿他就回来了。不会的，我在这儿，他就不会回来。只有我走了，他才会回来，安心的做他的官。哎呀，老夫人，您看您说的，李大人怎么会故意躲着您呢？哎，就是。我想啊，他一定有什么难言之事，不便向您明说罢了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哎，兴许啊，李大人办完事了，马上就回来了。啊，哎，李老太太呀，我看呐，您先别走了啊。你们的好意啊，我都心领了，可你们就不要再劝我了。钟老板，如果您有什么不方便，我就不麻烦您了。这个，春梅，老夫人，去到外面雇辆车，我们现在就走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春梅，快去。咱们谁也不求，我就是要现在离开这儿。是老夫人。哎，等等，哎，等等，等等，哎，老夫人，您看这样好不好？现在都已是深夜，如果老夫人真决定要回家了，那我们就不相劝了。但是要走啊，那要等到明天天亮再走。您看这样好不好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钟老板这么安排好，安排的好啊。是是，老夫人啊。那就按钟老板的安排去办吧。白师爷，知府大人对此事是如何看待的？哦，也没什么，知府大人只是让我们尽力寻他就是了。白师爷，那咱们这位李大人还真能像老夫人所说的，夫人一走他就能回来了？那你就等他回来你自己问他吧。白师爷，我们明天又该当如何呢？明天，明天那自然是先送那位李老夫人了，然后嘛，你我就可以一边品茶，一边耐心的静等那位李大人。哎呀，好了，从早晨到现在真是累死了，回去睡个好觉，明天就等着看出好戏吧。牛大人，告辞了。告辞了。慢走啊，白师爷。哎，姑娘，你是？俺这是在哪儿啊？咋会躺在那儿啊？这里是碧波湖。公子，不记得我了吗？碧波湖。啊，俺好像是。姑娘，你认识俺呀？俺咋也看着你有点面熟。
李公子，你可还记得在这碧波湖中曾经放生过一条红鱼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想起来了，俺是在这里放生过一条红鱼。可是姑娘你咋会知道呢？你又咋知道俺姓李呀？事到如今，我就没有必要隐瞒公子了，我就是你放生的那条红鱼。啥？哎呀姑娘，你就别逗俺了，你咋会是那条红鱼呢？公子不信也罢，公子刚才不是问我怎么认识李公子的吗？我不但知道你的姓氏，我还知道你要去鱼县任县令。哦，姑娘你这些咋都知道啊？哎呀糟了，李公子。公子你要去哪儿啊？还能去哪儿啊？俺要去鱼县上任呢。公子有所不知，你已在这湖底沉睡数日，已经有人替你去鱼县上任了。啥？你说俺在这湖底睡了数日，而且已经有人替俺去上任了？嗯。哎呀姑娘你就别逗俺了，俺还急着去鱼县呢，俺走了。恩人留步。你且看我是谁。啊！我你老夫人，咱们真的要走，不等李大哥了吗？不等了。你李大哥呀，他不会回来了。老夫人，丫头啊，答应我，没到家之前不要再跟我提你李大哥了，去看看车来了没有。哎，原来如此，真是没想到啊，俺李安竟会有如此奇遇。姑娘，你让俺李安死而复生，对俺有再生之德，此等恩情叫俺如何报答？哎呀姑娘在上，请受李安一拜。哎公子不必多礼，我救公子也是源于报恩，公子千万不可再拜。姑娘你不但救了俺，还帮俺做了那么多事，叫俺李公子。现在当务之急是你要赶紧回鱼县，老夫人如果再见不到你，恐有性命之忧，快去吧。好啊，姑娘恩德，李安铭记在心，今日一别，不知日后还能否再见到姑娘。应该还会再见吧。李公子，鱼县发生的事情公子已经很清楚了，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快走吧。好，我全部记下了。姑娘你要多保重啊。嗯，公子等等。啊，姑娘还有事吗？你我之间的事情，还有我红鱼儿的身份，公子切莫告诉他人，切记。姑娘放心吧，俺走了。